这把我的刷野路线都被对面看到了。 这岩雀给我 F 六线都被对面看到了。这岩雀给我F6方言了。他立的这小子。 아씨. 아오신의 적에게 분노를 선사해 주겠어. 不是, 这什么意思? 不知道在干嘛呀，这大树。
不是，他就应该闪现捆落的呀，那捆个 EZ 有闪有进化有 E， 你怎么杀呀？疯了吧，这人。这波对面落有六期，延续还有大招能出来。慢点 Q 就好了，这个。妈的，这可莉的好装啊！可莉的这样脸瘫草。
파괴되었습니다. 这卡子在学那个 AD 我呀。 不要刷风龙 nice 水龙 没看到。 我这波第一时间没看到， 看了眼弹幕。 得专注一点。 往下了一点，可惜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中单是 Honor， 中单是谁？中单是 T1 的打野 Honor。 懂了吗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中单是奥纳。 上单是卡兹。
操！哇，这个落这么离谱吗？这个落，这他妈给我抬下来了！哎，我好气呀，这波。 看来我没想着打的，我想骗个猴子大，但是队友上当了，我操！我 Q 进去 W 出来，但是队友上当了，拖一下，他们打得很慢，他没打野的，拖一下 ，please。 nice， 龙回血了。 我不敢提了。 妈的，被三个壮汉围殴！他妈纯大乱斗啊，这纯大乱斗啊！啊！ 哦，我不该 W 上来的，我 W 上来看 AD， 但是猴子跑了，不然可以把黑哥杀了的这波。 最后一波了，这波打不过就机了。啊，我刚才不敢看 AD 的，妈的，看 AD 猴子跑了，我刚才直接看黑哥死了的。
哇操！这波对面打团打的也太鸡巴好了吧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哇，全上来杀我了吗？结束了呀！哇，好难啊！哦，太难了吧！对面的两个双 C 手又长，这大兽也不敢开。只能靠我肉身开呀、啊，开了又控不死我操！加里奥都不给大的吗？加里奥在干嘛呢？啊，第三条小龙抢到就好了，虽然都龙魂了的。我靠，加里奥这波在干嘛呀？这波大树捆的一瞬间，直接给大对面都崩了的，这加里奥在中路吗？这都不看一下吗，兄弟？对面打野这波，对面上单这波站了出来啊，黑哥，黑哥塔底下直接被秒，站出来了。刚才大树闪现 W 的一瞬间，直接上对面直接崩盘的对面。对面不，他刚才要是加里奥第一时间跟的话，对面岩雀就死了。对面岩雀没闪的，他一套下来，必死。我这波闪现把 EZ 给杀了呀，我要拉满了呀。岩雀闪现都好了，估计加没了呀！他妈太肉了，这个逼！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去管他呀？还要去追？黑哥一个打你们两个呀，还去追黑哥 ？Honor， 你在干李奶奶 ？Honor， 为什么非要去追他呀？家都没了还追？
ADC 别急啊 ADC 这么急干嘛嘛？啊 ADC 不能急啊，不能这样子玩啊。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난정의를향하기위해선不能急啊，他这波不急完全有的打的，等加里奥那个 T 到后呀，我靠，哎，着急了，这么好的拉扯局面，猴子都在的，他能这样子上的吗？我追你老妈，我追的妈队友搁那疯狂拼，追不了的队友硬追。死穴打龙吗？可莉的惩戒，你就这么自信？哎呀，我是你哥了，你能不能滚啊？哎，对面不会来追我了是吧？哎，这两个逼，好烦啊！啊，滚啊！没欠你钱。我欠你钱了吗？啊！告诉我，你妈的，欠你钱了是吧？搁这猛追老子！算了吧，算了。对面可能知道我回家了呀，他们知道我没更新装备的。坏了，大龙掉了。Come on.
아, 春哥 没了。哎，这波春哥别掉就好了。 你把尊严卖了呀！我出这个了，能不能赶紧团一波呀？我现在这个蓝 buff 还在。 哇操！打团根本打不过呀。 清掉这波，好可惜啊！哎呀，真难玩啊！操啊！